深夜疯狂，煤王狂飙不止，国际油价也嗨了，中国最新部署出炉，全球焦虑大扩散，这个冬天有点冷。自八月开始，保供增产政策就开始落地，但煤炭供给紧张的格局一直延续，三季度煤价涨幅进一步扩大。十一期间，内蒙古、山西、陕西榆林发布增产保供政策文件，10月8日节后开盘，动力煤大跌近9%，